绝对不要在阶梯上回头。嘉靖，你干嘛？关你屁事啊！闭嘴啦！小彩，六年前的今天是遇见你的那一天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会那么爱你。人情的滋味，无分我甲你，拢总伫遮台湾好味。食落去的是好料理，留落来是人情味。台湾好滋味，咱做伙来去找找台湾第一名的气味。